一开始的时候它质地呢是比较轻油的状态，是，那你用完以后它乳化，用水去推以后它会变成泡泡，乳化很重要，这个过程就很像你已经用了洗面乳，所以当这个过程的时候转换，你冲完水你会感觉到哎，我真的洗完脸了，非常的方便，真的，而且就是自动帮你转化啦，因为一般卸妆是卸妆，卸完妆之后再要打水再洗脸，我们是直接合一了，所以很省时间，可以多做很多事情哎，是真的真的很干净，因为我自己用过以后我觉得还蛮惊讶的，真的，而且其实像我们有三种呢不同的，像是有保湿啊，有清爽，还有像第三款，我就有我们桑葚这个是美白，我觉得很适合你今天的服装哎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对，粉嫩粉嫩的，嗯，好。一日店长是因为我们哪个新品上市呢？哪个新品上市？知道答案的请举手。来，后面这位先生，润德清的什么嘞？什么产品知道吗？谢谢你，你讲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送护唇膏，男女都可以使用的，是我们喜现的洁颜油。